下我弟弟他现在怎么样啊？叫什么名字啊？讲。汪三点水的汪，海三点水的海，汪海山山。下面下面，在下面。还在下面啊？哎，不行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家里没念了几张了？你给他念几张？我差不多帮他念了100多张了。哎，他就是去年走掉的，还没上，还是他是被拉下去。上一年不行，他拉下去了。是被拉下去的。哎，他直接拉到地府里面受惩罚了。哎，你对，他我妈妈做梦做到他的。看见了吗？他说他刚下去的时候被打得不得了，他说。看见了吗？哎。嗯。拉下去的。就是我挺。他是自己开车嘛，然后出车祸的。哎呦，你妈妈做梦都看见他拉下去被打得一塌糊涂。我告诉你，跟台上讲的一样不啦？我告诉你不修心啊，反正出车祸走的、意外死亡走的、那些很不好的走的、生恶性病走的，全部到下面要受惩罚的。100多张小房子，只不过稍微好一点让他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在我后面帮他念了好多，然后他在下面对我笑了，一直对我笑。现在我一直帮我妈妈念嘛，对，很长时间没帮他念了，他现在又不好了，我梦见他了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现在知道了吧？嗯，对。我跟你说的，像他这种用完小房子他就不好了。好了，没时间了，再见了，嗯。哦，好，再见。